汝得无证三昧，一切众生亦得失定，其失汝者不明福田。公羊汝者，堕三恶道，为与众魔共一手作诸劳旅。汝与众魔及诸尘劳等无有益，于一切众生而有怨心，谤诸佛，毁于法，不入众数，终不得灭度。汝若如是，乃可取食。食我，世尊。闻此语茫然，不识是何言，不知以何答，便智波欲出其舍。为摩诘言：为须菩提，取波勿惧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所作化人，若已是世劫，宁有惧不？我言：不也。为摩诘言：一切诸法如幻化相，汝今不应有所惧也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言说不离是相，至于智者，不着文字故无所惧。何以故？文字性离，无有文字，是则解脱。解脱相者，则诸法也。为摩诘说是法时，二百天子得法眼净。